家收看黄金一百秒春节特别节目金光闪闪闹新春。我们来自东部的黄金一百秒的冠军选手大年初二回娘家，掌声可以热烈一点。嘉明说的特别好，黄金舞台对于这五位黄金选手来讲真的就是家，欢迎你们回家。不是，但是有一点疑问呢，回娘家你几个老爷们儿回来，当然方瑜小妹妹回来可以，你们几个媳妇儿都哪去了啊？来，东风的媳妇儿在哪？我们挥挥手。哎呦，过年好啊，过年好。昨天我们告诉大家了，从大年初一到初六，我们黄金一百秒的春节特别节目叫做金光闪闪闹新春。今天呢，是我们来自东部的五位冠军选手，他们除了要给大家带来拜年的才艺，更重要的是什么，杨帆？他们中间只有一位可以胜出。没错，但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更加深一下印象，我们这些黄金选手曾经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精彩，我们一起回看大屏幕。即将闪耀全场，他们是一号刘东风，他是最会唱歌的齐天大圣。二号李超，草帽姐夫的称呼难言，实力唱将本色。啊，呼好响起。三号胡方瑜，最美的人鱼模特是要继续称霸舞台，再见。哦，四号杨连中，用最真挚的感情演绎每一首歌曲。是在辽阔的草原。五号杜仁正，科班出身，俊朗外形，实力不容小觑。五强之战即将拉开帷幕，谁能夺得唯一一张总决赛的入场券，让我们屏息期待。这里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我们黄金一百秒的春节特别节目金光闪闪闹新春。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冠军选手刘东风，掌声有请。哎呀，师傅，师弟，多日不见，我都想着你们了。猴哥，过年还来看我们来了。是，今天不是大年初二吗？啊，师傅呀，这样吧，徒儿给你拜个晚年，大年初二给你拜年了。他是请起请起请起，说的太好了，是不是到晚年了？是。徒儿，你茶带酒，来来来，请师傅和师弟一杯。师傅先来。祝愿师傅和师弟在马年里能够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好事连连，快马加鞭，好不好？这份情谊，来，猴哥你越来越会拍马屁了。来，一起来。我干了，猴哥，你也干了。掌声鼓励一下。猴哥，你一上来咋还急眼了呢？刚才是我的三味真火呀，你没见过。那我们俩喝的这个呢？刚才呀是我的三味真火，借着三味真火呀，也祝愿咱们中央电视台黄金一百秒这个栏目今后能够越办越好，收视长虹，好不好？谢谢。同时啊，也祝愿在座所有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朋友生活红红火火，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东风。今天你看咱娘家人很多，很多当时对你这个印象很深，所以今天方不方便再给我们露一小手再上台？上台啊，同样就是怎么样？我想想啊，我有个提议啊，三哥。哎。我看你也挺瘦，瘦得像个猴。我这有个好东西，有好吃的啊。好。有个桃子。哎呦，咱猴子都爱吃桃吗？对。你模仿一个吃桃行吗？猴子吃桃。哎。这还用模仿啊？这个《西游记》我小时候最爱看了，这个桥段，来听我的口令，3、2、1，定。
就你这叫偷吃，完了就擦一擦呗。咱们都给定了，我这可是白媳妇啊。耶、yeah, ，解释。哎呀，累死我了。当然我这有点不像猴了。不是，你在上天蓬大元帅。不，杨帆刚才表演的也是猴吃桃啊，只不过是猴进化成人以后现在吃桃的样。我们来看看原始猴齐天大圣，五百年前的猴是怎么？五百年前的猴，你看他吃桃怕人看见，他如果摘了一个桃，哎，东风又有当年黄金舞台那个感觉了啊！哎呦，哎，现场的小朋友首先呵呵的笑了啊。好吃。所以啊，通过刚才这个模仿，大家能理解啊，说哎，那你们的冠军选手在舞台上只有一百秒，真的不要小看这一百秒，这真的是他们台下十年功积累起来的。你看就刚才这个细节，两个一反差就会发现人类从猴进化到人还不如猴。好吧，猴哥今天回娘家哈，家里人都在，哎，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谢谢。东风，你在2014年在马年有没有什么想特别想实现的心愿，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想就是说给我们村的小学的图书馆啊多出一些书籍，现在图书馆书籍啊不多，我想多出一点。真的，掌声送给东风。送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猴哥啊，是，我觉得特别伟大，心地善良的猴哥。对，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祝你梦想成真。嗯，好吧，东风。谢谢。大年初二，我们的冠军选手再次回到我们的黄金舞台，冠军选手再战黄金舞台，就是为了证明真金不怕火炼。请登上黄金舞台。东风，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将会迎来你人生的在黄金舞台上的第三个精彩的一百秒。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五位选手的表演中间我们不再淘汰，而是五个一百秒之后由现场观众投票，票数最高的可以进入我们大年初六的年度总决赛。刘东风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条着大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走吧艰险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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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霜天不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在脚下。我掌声送给刘东风，谢谢。如果说之前他拿到冠军那个一百秒完全是模仿对孙悟空或者是六小龄童的话，今天其实是有一点猴哥跟刘东风本人的融合，有一点结合。没错。来，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来自东部的第二位冠军选手，他就是李超，有请。掌声有请。哦，
明哥好。哎呦喂，我给你们一人送一个我们山东的哈达。山东的哈达，来先给嘉明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沉呐、啊。这算是我们苍山的大蒜。哦，你们老家的大蒜。山东临沂苍山。临沂苍山啊，这是特产。我们苍山这个蒜比别的地方的蒜都好。嗯哼。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未来发病率全国最低的县就是我们苍山县，就是吃蒜吃的跟就是吃了苍山的蒜吃的。苍山的蒜胃癌很少。就是所有的全中国我们这个发病率是最少的胃癌。哎呦。我这次又站了一百秒呢，我有个小小的这个心里一个非常犹豫了好长时间，不知该不该说的一个想法。哦，半讲无妨啊，过年嘛。就这个大蒜呢，我带来今天是什么意思呢？啊，对了，嘉明哥，因为我呢也是种地的，然后呢我就寻思，我要能当上这个代言人，让全国的人都吃我们的蒜，身体要好了，比什么都好。而且我做这个事比我出多大的名挣多大的钱都好。好样的，自己出名了还想着乡亲们、啊、对呀、啊、但是那个你打一比方啊、嗯、你现在都不用歌星代言嘛，啊，都用歌去唱代言。好，我要唱。那你代言你怎么代言？你看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想代言词儿，我这么写的、啊、苍山的大蒜是我的爱，又不新来又不改，如果你想生活更呀更精彩，吃完大蒜所有的病全拜拜。好，买下来。然后但我恕我直言 啊，你就这播出去了，人凤凰传奇不能干，你这属于盗版。你再想一个，你这凤凰传奇不能答应。不是，你要是找那明星代言哈、啊，明星那现在那出场费都对你能模仿啊，好几万好几十万的。对呀、啊，你看我一个老百姓，我们不要钱，而且明星的效益都能出来。你比如说你说要让刘欢老师来代言，刘欢老师来代言我们苍山大蒜，你看。千万里路追寻着你，因为你能保护我身体，你就是我们苍山的大蒜，苍山大蒜全世界第一。刘欢老师，电影这个不错啊。那除了刘欢老师，那你要是让第一季是刘欢老师，第二季呢？第二季你找个小品演员代言。嗯哼，你要找范伟老师代言。范伟老师说，啊呀呀呀，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朋友对苍山大蒜的支持鼓励，谢谢缘分的支持啊，为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苍山大蒜呢，我给大家作诗一首。作诗开始，人是衣服，马是鞍，中国大蒜怕苍山，苍山大蒜就是好，这不简单呀，不简单。这是范伟版的啊。今天是回娘家吗？回娘家，对吧？哎，草帽姐说了，今天草帽姐没来，但是家里总得派个代表吧，现场支持你一下。我儿子和我姑娘今天给我加油了，就是我们家的两个宝贝，龙凤胎。乐乐硕硕来了。乐乐硕硕在哪里？龙凤胎啊，在哪儿啊？来，有请。哇，过年好。硕硕来，到台中间跟大家拜个年。我叫大家新年好，过年好。嗯，你叫什么？叫你硕硕。你叫硕硕，你叫乐乐，啊，你们几岁？都九岁。都九岁，啊、嗯，今天你俩是来给爸爸加油的是吧？是啊。怎么加油？给两个叔叔说。唱歌。唱什么歌？好爸爸，坏爸爸。掌声鼓励，好爸爸，坏爸爸。使点劲啊！我有一个好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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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做起饭来，擦当当，擦当当，洗起衣服，擦擦擦，擦擦擦，高起身来，哈哈哈哈哈哈，打起屁股，啪啪啪啪啪。
解释一下，我们这不是卡碟了，这是无数次的往返。那一起说爸爸加油好不好？爸爸加油。你觉得爸爸能不能够成为我们年度总冠军？能不能？能。我想说说，很激动哦。来，掌声送给两位小朋友。龙凤胎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羡慕啊！乐乐、硕硕也给老爸加油了。再战一百秒，黄金舞台，超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哎，冠军选手重返黄金舞台，只为证明真金不怕火炼，请登上黄金舞台。来，准备好了吗，超哥？准备好了。享受你早已熟悉的，但是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的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接下来，掌声有请来自东部的冠军选手童方云。掌声有请。也是我们东部代表队的唯一一位女选手，方云好。大家好，佳明好。2013年的美人鱼。什么感觉？重返这个熟悉的舞台，你上次是怎么来的？还记得吗？从天上飞下来的，游下来的。从天而降。对对对。而且他的一个特殊身份，他是获得冠军的模特选手。哎，我们的模特专场。对啊，没有生活上的好消息变化，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的变化呢，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原来更有自信了，因为在模特专场嘛，我的外表呀、身形啊、身材有没有那些1米8大长腿啊他们那么好，然后更加自信了。然后我还做了一件事，大家别笑话我啊、我在就是节目播出以后、在网上搜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结果发现有好多人就开始关注我，然后能搜到原来好多照片啊，然后还有人在提问，说问童方云在黄金一百秒上面那个跳的舞是什么音乐。哦，大家开始关注了肚皮舞。你回答他吗？我有回答。我说可以传给他们，让他们留个邮箱。就这样，就好多人开始关注你了。对，开始关注肚皮舞，然后觉得有很有成就感。这个肚皮舞获得过冠军之后，有没有全新升级，或者是研究了一些更高级的或者更有难度的？我最近主要在研究了一下，就是怎么能让大众，就是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跳。就是我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以后，发现了一首神曲。哦。就是金光闪闪亮。你为什么把它定为叫神曲？因为我觉得这个歌特别耳熟能详，而且拍得特别好，就是拍得大大大大，那个拍子很好。然后我们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用这个神曲就可以跳一支很简单的肚皮舞，大家愿不愿意？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首歌变成肚皮舞的舞曲会是什么效果。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三个动作吧，就三个动作就行。现场的朋友想学，我们一起学一下。大家请起立，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肚皮舞很重要的胯，把胯左右推出去，往两侧，很好。我们把胯画八字哈，往后画，看画慢慢的画。画八字啊？对，往画，往后画这样的白，这样的。啊，我写的是汉字的。不是汉字的白。第二个动作就是手势，肚皮舞一些手势，就是走呀，一边走一边往外推。对，很好。对，这带节奏的非常好。最后，我们用我们的手臂打开，对，然后加上我们后来的这个刚才学的八字，美美的。好，最后一个动作，肩膀，我们要抖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抖一抖去年不好的事情。哎，今年越来越好，这个好，来一起抖一抖，一起抖一抖，把去年不好的事情给它抖掉。然后，快给我下去吧。很好，我请走开。你是在抖身上的狮子吧？三个动作记住了吗？好，好，来，我们连起来，配上黄金一百秒的主题曲《金光闪闪亮》。来。方宇，我们两个主持人也在舞台上找到了自信。是的，我把去年的该抖掉的都抖掉了，我回家看看重播，看看跳的怎么样。挺好，挺不错，挺不错，挺棒的。谢谢，欢迎方宇重回娘家，回到我们黄金一百秒的黄金舞台。来，冠军选手重返黄金舞台，只为证明真金不怕火炼，请登上黄金舞台。来，佟方云，好好享受你马年的第一个属于黄金舞台的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加油。在舞台上的表现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大气了，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没错，不知道下面一位选手重回舞台，他的状态又如何呢？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出场的第四位冠军选手杨连中，掌声有请。
年好，连州，过年好，过年好。你好，过年好。这回娘家带礼物了。对，回娘家，这是给我的，对不对？哎，对，这就是给凡哥的，这是飞马，这是马，这是马年嘛？哦，哎，这是飞马。对，圣斗士星矢那飞马吗？飞马。嗯，对。你就给我自己带礼物，佳明哥，你不挑礼吗？哎呀，我也拿来了，我，给你一个，给佳明一个，也得一个，是吧？要不那，哎呦，这个好哦。佳明哥这，我这，先给你带上啊，这个也是，这是俺媳妇丽丽说的葫芦做的这个，对，他这个上面葫芦上有字，你看不是？骏马奔腾，还有一个马到成功。祝嘉宾哥谁家开了？你简直就是谢谢连州，就是给葫芦娃代言的嘛。今年有什么心愿？马年？我的心愿，我心愿怎么说嘞？我真忘了心愿。只按老婆说来说吧，我真不会说了，家庭哥。好，他说他就不会说了。嗯，有请他们家的新闻发言人。对，来有请嫂子。不请。两位主持人，过年好。嫂子，过年好。咱还继续刚才那话题啊。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就是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练歌用的那个音响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也曾经跟我说过好几次，因为那个要花钱嘛，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我一直没答应。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可以跟嫂子表表决心，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想唱歌，唱给谁听很重要，所以我不知道嫂子。就是连中大哥在家会唱歌给你听吗？他经常唱歌，但是专门为我唱歌的话，这还没有过。你太过分了，那换我，那我也不能同意。那能拨这个专款让你练歌吗？给你个机会，今天过年，好，让太太也开心一下。这一唱了，那设备就到了。但是这个不是普通的唱，我们现场给你有一些命题。比如说，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嫂子的时候，那个印象吗？如果用歌声表达的话，第一次我们啊见面的时候吧，或者是我给观众朋友唱啥？不是给观众，给啊，对对，给他媳妇儿，给他媳妇儿。现在可别说错话啊，设备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好，转眼间到了热恋的时候。热恋。难度太大了。太快了，热恋。太快了吧。你配啊，热恋。时态变化快。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沙尘暴过去之后，你们走入了婚礼的殿堂。最近婚礼殿堂，不能再铺垫了，设备啊。是，我想想啊，结婚时候。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我还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此时此刻的心情，想有什么话要，有什么歌要对嫂子唱？14年后。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次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好，你的笑，你发脾气是绝气的罪哦。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次微笑都让我心碎。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谢谢。好的，
年终给妻子在现场，其实这也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越来越成熟了，反应很快，不同的阶段，我觉得今年这套练歌设备或者是卡拉 OK 靠谱。家庭经济确实很困难，真的太难了啊！没有那个钱，我会努力的。不过我恰好刚才在想他的犹豫，我还有个问题在请教。他歌唱的越来越好，他也想买设备练习。那如果他将来演出多了的话，家里的务农这一块怎么办呢？我全包了。我是全力支持他的，我全包了。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默默支持，伟大的女人。这才是最大的变化啊！来，连中，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在妻子的和观众的祝福下，再次登上我们的黄金舞台，好吗？好，冠军选手重返黄金舞台，只为证明。真金。真金不怕火炼。请登上。还得听媳妇的，你看。请登上黄金舞台。再次登上黄金舞台，好好享受属于你的黄金一百秒吧，计时开始。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在我心里跳出来。年初二，金光闪闪闹新春，我们掌声请出来自东部的第五位冠军选手，他的名字叫杜仁正，掌声有请。郭建豪，两位哥哥好，好久不见。这个形象一登场，印证了今年是马年，对不对？对，马年。这是马头，机关。因为怎么说呢，我今年本命年嘛，所以说。哦。36了。哥，你真会开玩笑。我不是上次来找工作了吗？我刚毕业，24，本命年。24。24。那我还是比您操心了，杨帆叔叔，您还很小。我虚长你一岁，25。嗯，差不多。20年前。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的特别节目。对，你回来也是回娘家，对不对？回娘家，对。但我发现杜仁正回娘家有点孤单，形单影只。人其他人是带着家属、老婆孩子来，你就一个人，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然后呢，我们也可能有一年多没见面了。然后女朋友今年要考研究生嘛，还有。我不知道怎么办。杜仁正。这儿呢，有我们呢，我们的，我们的，你辛苦他，谢谢哥哥，我们都是粉丝啊，我加油，谢谢。哥们，忘了，这不就是那个第一场的山东 F4？ 山东 F4 在啊，F4， 他们今天就是你的家人。那咱给家人请上来吧。
给你打打气，好吧？我们的黄金选手通过我们的舞台，真的是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啊！没错，就像一家人一样，对吧？F4，那既然是 F4，那你们的加油方式给你鼓劲儿，应该不一样吧？我也不知道。那个这样吧，咱都是山东人嘛，山东人有一首歌都知道，我们用一首歌给你加油行吗？好，好汉歌，用那个好汉歌，我来开头，咱们大家一块来，行吗？你开头，我给吼行吗？就吼，你可以吼，可以吼啊，就是吼嘛啊，就是吼啊，来，一二，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还有一二哟，嘿嘿一二哟，一二哟，嘿嘿一二哟，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加油队长，加油队长，谢谢谢谢哥哥，谢谢，太谢谢你们了，真的。杜仁正，加油！加油！谢谢，真的。杜仁正也是我们东部地区最后一位出场的冠军选手，你的队友也一起跟你加油了，好吧？对。那跟你的队友一起来说出我们金光闪闪闹新春的口号，好不好？好，来，冠军选手重返黄金舞台，只为证明真金不怕火炼。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杜仁正，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开个好头好吗？来，从黄金一百秒开始吧，计时开始。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相信明天，我想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青春没有地平线，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哦哦哦，掌声送给杜仁正，谢谢。接下来掌声再次请出另外四位冠军选手，掌声有请各位，请登上我们的黄金舞台。同时我们也将进行我们的现场投票。今天是大年初二，来自东部的五位冠军选手再次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但是只能有一位能够进入我们大年初六的总决赛。现场观众请拿出手中投票器，您认为谁该进入总决赛，请投票。观众朋友，您现在
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独家冠名的我们黄金一百秒的春节特别节目《金光闪闪闹新春》。投票结束，谁能够进入总决赛？不要着急，你们回娘家了。我们是娘家人，对你们也有一点小小的表示。有请杨帆。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年货区。这些选手回娘家，娘家人怎能不准备丰厚的礼物呢？今天要特别感谢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为我们的黄金选手准备的丰厚大礼。我们的选手将会有20秒钟的时间来到年货区域进行抢购，看谁运气好，看谁拿的最多。当然，我们都准备了哪些年货，请看大屏幕。哇，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双开门冰箱，还有呢。哇、哦、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床上用品、摄像机、微波炉、洗衣机，哇，音响，当然还有柴米油盐、自行车、电熨斗、剃须刀，还有马年的各种吉祥物，金项链，还有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提供的9999金元宝。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把我们的五位选手请到我们的年货区，来，掌声有请，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好运。来，20秒计时开始。还有10秒钟，9 8 7 65 4 3 2 1。好，猴哥拿到了一个新年糖礼包，花生油4升，智能电熨斗，都是智能的。哇，恭喜你猴哥获得了香港油。好，来，我们看看李超，怎么三开门冰箱。还有没有什么大奖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金元宝？黄金项链，哇，恭喜草帽姐。来看看美人鱼、东方鱼，基本都是花生油、马年吉祥物，最大的奖加湿器2台，恭喜你。来吧，嫂子在台下呢，嫂子，杨连中给你拿到了金元宝。你怎么那么淡定啊？我以为你什么都没拿到。那个，你金项链什么的有没有？大奖，糖礼包、T 恤衫，这个不错，台式音响。再次祝贺我们的五位选手，也感谢他们在2013年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那接下来就是最紧张的时刻，我们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来，有请嘉明揭晓答案。2013年黄金一百秒春节特别节目大年初六唯一一张进入年度总决赛的这张入场券，观众投票的结果，这张入场券它属于2号李超，请登上黄金舞台。你将继续属于这个舞台，你将有机会争夺我们的年度总冠军。什么心情？特别紧张，特别紧张。感谢投我票的朋友们，希望你们2014年以后的岁月里都能够身体健康，到我们苍山吃我们不永不得病的大蒜。还记得你新年刚才开始说的你今年的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为我们苍山的大蒜做形象代言人。好，你看谁来了，我给李超带来了2位好朋友，我不知道李超会不会觉得有点面熟，似曾相识。来，有请。你好。你好。来，我给您话筒，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好，
我是山东省苍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高思胜。欢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那今天您带的手中我看有一个小红本儿，这是知道李超的梦想，山东省苍山县人民政府特聘李超同志为苍山大蒜形象代言人，苍山县人民政府2014年2月。恭喜。哦，跟你的衣服真配啊。祝贺的掌声再次送给李超，祝贺你。李超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是绝对真实的意外惊喜。来，说出心里的感想。此时此刻李超不是在装，是真的，今天特别激动，感谢所有的支持我的朋友，希望我们苍山的农民朋友、种蒜的朋友，还有我们全国的父老乡亲们，新的一年开心快乐、幸福平安。祝贺李超。也感谢观众的收看，这是我们黄金一百秒在大年初一到初六为你准备的特别节目《金光闪闪闹新春》，每天晚上综艺频道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明天见，再见。蓝飞天了，老子霸气了，应该走嘞。黄金一百秒，大家好才是真的好。